有感觉了吗？走！Hello 大家，新的一周星期一快乐。然后我们其实已经起床了，刚才我准备想要化个妆的，我还没来得及，我们家送树的来了，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就是在这家买的花，上面全是我们的树。你干嘛？放在你爸特别的什么呀？我们的树到了，开心！太难得，我是农场，我是植物园，好开心！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都有什么树？这是一棵 grapefruit， 然后这三棵光秃秃的，不会是死了吧？应该季节没到而已。好的，好的，这是富士苹果，这个是 jujube， 就是那个枣子，这棵已经被预定了，它已经有了属于它自己的名字。然后这一棵是樱桃 cherry 树，这个是我最爱的牛油果树。然后这个是啥？对，这棵是一个橙子树。然后大家猜一下这棵是什么树？哇，我们在美国居然买到了枇杷，枇杷树，枇杷树，枇杷树。这个还是给我们就是介绍的外国小哥跟我们说的。我其实一直就想买一棵枇杷树，没想到那个外国小哥他原来住在华人区，然后他周围就有枇杷，他就吃。后来可能有他周围的邻居就跟他说，这个枇杷是对喉咙、嗓子很好的，所以他还懂枇杷。然后我们就赶快要了一棵。我原来住过一个地方，他们家也有枇杷树，那个枇杷在加州的这个地方就是夏天会长得很好，整个枇杷都会非常甜，又很好长。叶子又很大很漂亮，所以我们就买了。现在开始抬树进去，走吧。我们的果树排排站，这周的任务就是要把它们都种上去。你看后面的小山丘，我们已经把这边那天请了园丁来把别的杂草都已经拿走了，我们准备种在这一片。可能枇杷树会自己有自己的 C 位吧。耶、yeah ！哇，这个是哦，这个是橘子树，已经要开花了。那边有一个裸男。瘦了，瘦了好多磅了。Hello， 大家，我化好妆了。但是今天我们好像其实并没有要去哪里。95号的兰蔻的4号，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白，我混了一点点，就是100号，但是因为它太黄了，颜色差距巨大。我觉得这样看起来没有什么色差，但是如果单独用95的话，对我来讲还是稍微有一丢丢的白啊。然后我决定从明天开始我要早起，不能再这样，就是有的时候在家里就比较随意嘛，就睡得比较晚，然后起来的也比较晚，这样三餐也不太按时吃。我就准备这个星期开始要早睡早起，三餐要按时吃，而尽可能的跟迪伦一起去锻炼，因为他现在减肥嘛，他想去运动。好，就这样，今天还不知道有什么安排，如果待会儿要出去的话再跟大家讲。兰蔻这个粉底还是蛮棒的，今天涂的就是昨天的那个腮红。哦，还有我的指甲，看我这个指甲它又掉了。因为大家经常问我说我经常这样做美甲对指甲有没有伤害，肯定是有的，但是我就是不能做美甲会死那种人。不过呢，因为我的就是这个食指还有大拇指的指甲真的有慢慢变薄，然后现在做美甲基本上做了一个星期，可能两个星期不到，它就会很容易脱落。我就准备休息一段时间，不要做美甲，让它稍微养一养然后再说。不过就我现在这样看到我的指甲这样裸着，我也觉得很难受。擦眼霜的时候这样觉得这是谁的手。我们现在在家里在看那个 YouTube， 跟着做那种瑜伽，想要练一下柔韧性，因为这个人的柔韧性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差。我给大家看看，来给大家表演一下。到这个是就是我最极限了，加油啊！Yoga 对他来讲很难，而且很无聊。哎呦，好了，开始。Edging away at creating space mindfully. So this is a practice you can bookmark and you can do other practices. 现在做瑜伽。To help you slowly but surely create.
upright, so good for the legs, the lower back. Take a deep breath in. As you breathe in, feel the skin of your back stretch, like be that connected. Wow, 有人在做日式蘑菇，哇，柴鱼片，好爽。哇，你闻一下，是日本的味道。肯定求啊！需要你帮忙。好，那我们必须得。原来你吃过必胜客的一个丑鱼片披萨没？句号。OK， 蘑菇汤好。我用那个 air fryer， 我自己做了一个那个花椰菜。噌！刚才我把它拿出来已经搅拌过了，做好啦。不错，这是今天的晚餐，这是今天我在 Whole Foods 里面买的寿司，特别想吃。那是炒的蘑菇，剩的年糕，还有他做的那个花椰菜，他照例在喝他稀饭。我今天还有一个饮料哦，觉得这个花椰菜好好吃啊。炖了一锅冰糖雪梨给这个人，因为他有一点咳嗽，要多吃点，快点好起来。天哪，他倒是不发烧了，感冒也还好，就是有点咳嗽了。现在这个流感没事，太吓人了，感觉所有人都生病了。对啊，全世界都病了啊。酱酱，酱酱还好好的。酱说你们在喝什么？喝什么？那你尝一下，希望没有过体。刚才炖了快一个小时。不甜。好的，耶、OK 的 yeah ，好漂亮。好，那我们继续看《明星大侦探》。大家早上好，这个人今天早上七点钟起来说要早起，然后四点钟的时候跑回来继续睡，什么鬼？失败了。江姐啊，今天也出去玩了呢。哎呦，你在去哪？大家都说我的发型不是很好看，显得有点失败。那我们就留回原来那个发型吧。好看吗？再长长一点就好了。出来看看。院子里面的树，妈妈说要把它们放过来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我们就把它先熟悉一下。我现在去把那个坑给它挖大一点，还买了好多肥料，买了新的土壤，到时候可以把它们种下去，希望它们能活。我们也是第一次种花、种树、种草什么的，没什么经验，只有过程中慢慢的学了。我就只期望在接下来的一年两年能吃到水果，种的就好了。这是我们买的那个番茄，然后这边是辣椒，买了不同的辣椒，那边还有一些植物，回头给大家慢慢介绍。但是首先呢，我们把这个坑挖大一点，因为这个坑呢，到时候会拿来种枇杷树。来自车库的 OOTD， 就刚收到的新衣服，这是就是大王家的那个还蛮经典款的一件上衣吧，就假两件的那种，我不知道跟之前的有没有什么区别啊。我之前不知道的时候还在淘宝买过，就是别的网红出的那种类似款，结果看到他这一季有出这个黑的，但是我就选了一个比较经典的黑白色。它虽然是那种毛衣的吧，但是一点也不扎，然后就像卫衣一样穿着的感觉，我觉得很舒服。今天终于起了一个早，所以还不错。工作的事情刚刚忙完，我现在准备来做一下午饭，昨天买了那个 scallop， 所以我也没做过，今天第一次做做看吧。直接搞了一个 rosemary 来， yeah， 你要放进你的。我们在搞 scallop， scallop 里面是，哎，等一下你拿起来，放中间，让它熏一熏，应该快好了吧？哇， rosemary 的香味，一下就出来了，哇，棒棒棒，哇哇哇，大厨大厨， organic， 那哪里 organic？自己种的就是 organic 的呀。你买回来的好吗？哇，好棒，我们一个人吃两个。哇，你烤的 kale chips， 哇，好棒。哇哇，它里面怎么样？应该可以了吧？可以了，就是放点橄榄油，放点 soy sauce 就好了。哇，棒哦，像外面卖的。 try it， 手艺越来越好了。那你先吃吧，尝一下有没有味道。哇，好 酥脆的感觉，好吃吗？嗯，这是大力水手吃的是菠菜，好健康的感觉。真的吗？我要尝一个。嗯，哇，好不好吃？
好吃。他跟我说这是他米其林餐厅。OK， 就好了，就这样了。哇哇，80块钱一份西餐厅。Gordon Ramsay， 够了。猪八戒餐厅。哇，我的午餐。Hello， 大家，我们今天出门了，买到了一个我想买很久的东西，回去再跟大家看。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一下附近的家具店，因为家里买的那个新架子，想要看看可不可以买点装饰的东西。然后晚上还约了看电影《流浪地球》，就是很火的。然后我们俩一直没有看，昨天买了票，今天来看。今天真是开心的一天呢。我们来逛家具店，然后这后面。看到那堵墙吗？这个柱子是用书堆成的，真的书哎，一本一本这样堆的。这个靴子里面还擦的那种青苔呢，多么帅！整个一台都是这样。看这个 ，cool。看这个，他接了多少电源？这个。我们来了一个家具店，然后他带我们来了这个密室。这个上面写的是宝。然后后面写了一个他们知道的信息，这个是超过100年的。哇，好看，就是 entryway 摆个这个就很有中国特色了。哇，好有味道。哇，这些柜子，我想看这个药，装药的，这个装药的太棒了。它这个真的是上面以前是纸，然后它上了一层釉，把那个纸给盖在那个保护膜下面了。哇，有意思。横皮、青皮、木通、木瓜、书本、麝香、香炉。哇，看看这个柜子里面做的都好好啊，我好喜欢这里啊，棒棒棒。今天完全不用排队呢，开心。他在他的拉面里面加了豆腐，然后我加了一个那个菠菜，然后我只要了一半的面，因为我每次都吃不完。我们俩终于来看电影了，耶！然后现在一个人都没有，开心。哇，听到刘欢的主题曲。好冷啊，加州现在就50多度。我先把家里空调打开。40多度。好冷。电影还蛮好看的，我觉得很棒。对，超屌啊！整个电影院都是中国人，我们旁边还坐两个老外。我在想他们看那个《亲人两行泪》的翻译是怎么样看得懂。他写的是 loved ones with tears。 就是他们还看完一直到整个电影结束，也是厉害。快点回家了，好冷。我回家了，给大家看一下今天买的包包。就是其实不是什么大包，就是我想买很久的水桶，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就是桶包，然后这个基本上就是桶界中的爱马仕，就是爱马仕。所以呢我就想了很久了，其实应该是圣诞节的时候吧，就在那个店里面去跟 sales 说我想要的颜色和大小。今天我们正在吃饭，突然他就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到了包包，然后是我想要的 e-taupe 这个颜色吧，就 taupe 色，其实是他们的大象灰。然后我就跟迪伦开车就去买了，因为真的已经想要很久了。当时应该还有黑色吧，只是我觉得我黑色的包包还蛮多的，我的好几个像大王的桶还现在我用的这个桶都是黑色的，然后想说那买一个不是黑色的吧。就是这样，当时我就问他是什么皮的，他就说是 Clemens， 好像就是那种比较软一点的成年牛皮的，我觉得还不错。其实我之前去看过22的大小，我也可以跟大王的水桶很像那个大小，但是很多人就说22的容易塌，小的呢可能比较乖，所以我就还是等了这个18号的。其实我最近这一两个星期我感觉都有一点点创作的低谷，还有就是因为我皮肤不好嘛，然后就心情很不好，然后呢也没办法跟大家拍视频。昨天我心情超级超级差啊，反正就是昨天整个一个不开心到爆炸，然后今天买了一个包，我瞬间觉得真的超级开心，就像治愈了我一样，然后我突然瞬间充满了动力，接下来要努力工作那种感觉。哎，所以真的不免俗的包治百病，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它里面就是附的这种 airbag， 不用的话应该可以放进去，就可以保证它的形状，里面有它的这个小锁。当时他跟我说是灰色的时候，我也没问是金的
银的。然后去的路上我想说啊，希望是个银扣吧，因为我觉得银扣配它就更帅气一点，不过金色也 OK， 反正也很小，不太看得见。结果到了是拿出来是银色的，我就很开心。好，这就是今天的购物分享。因为今年我的买包的愿望就是买精简一点但是买好一点点的包包，今年第一个 list 上面的包包达成，开心。现在给它拿在手上就是这样。我身高1米66，我觉得就是1米7以下的应该都可以用吧。如果你喜欢那种大一点的包就可以买22号，我记得，反正我觉得差别不是特别大，只是这个比较可爱一些吧。这个呢我就没有配推理什么的，我就买了个包就走了，因为我觉得就是推理比较优雅女人那种的不适合我这么 man 的，所以而且我背它应该不会系那个丝巾吧，如果它是那种特别浅色的可能需要，所以今年要继续努力工作。今天是元宵节，所以虽然我们已经回家了，但是还是煮了几个汤圆吃，芝麻馅儿的那天被吃完了。今天我有一个是什么香芋板栗馅儿的，然后另外一个是花生馅儿的。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Good morning 大家。好嘞，今天早上起来给酱酱洗了澡，一年一次的洗澡活动，好累。然后洗完之后呢，我就也洗了一个澡。哦，现在终于要吃一下饭。这是那天在 Whole Foods 买的一块那种 coffee cake， 有巧克力的那一种啊。买回来就有点后悔，因为不太想吃这么肥的，在减肥。但是当时在那儿的时候闻着好香，然后又好想要吃啊，所以我还是吃一下吧。因为我觉得最近有点长痘痘嘛，我就想戒一下糖。其实它蛋糕本身并不是很甜，就上面那层稍微有点甜味，比我想象中好。正好呢可以配咖啡，超好喝。我可能就吃一点，你不要吃太多，意思一下吧。我现在化妆，刚刚吹好头发，吹完头发之后呢，然后又把酱酱又吹了吹，它现在超级干，变成一个小毛球。今天它的任务就是一天的舔毛了，我估计。然后我今天用了一个这苏库旧版的粉底吧，之前我是不喜欢，因为我也不喜欢日系的粉霜，但是因为现在我喜欢这种粉霜，所以我想说拿它再来试一试。哎呀，我下巴这个痘痘真的是此起彼伏，因为我觉得呢，如果在家我不稍微化点妆，就没有那种感觉自己美美的，心情很好，所以我就决定在家里还是稍微化一下妆。昨天看电影铺的纸，我囤了3支这个唇膏，真害怕他们跌了。啊？哦，对了，他现在已经瘦了多少了？9磅了，朋友们，他回来说172，今天早上163，他一定有是什么魔法，可以这么快的减肥。就是管住你的嘴，迈出你的腿。但是我昨天晚上吃了汤圆的超级罪恶，因为我觉得不该吃，我也瘦了一点点，因为我从 Vegas 回来的时候已经111磅了，这两天今天早上称又回到了109磅。我也很想要减肥，但是我感觉我的这个体重吧，就是因为弹幕有的时候大家说好像觉得我不长胖，可是我也瘦不下去啊，我就觉得我的身体已经停滞在这个体重，就很难改变它啊。想要减肥，但是我想要能够有个105磅，就差不多90多斤，我就很满足了。我一直挣扎在就是马上要100斤，马上要100斤，马上要100斤这个边缘。所以我们现在要去超市，走吧，走吧。等一下，我换个衣服去，因为他本来今天想做亲子冻的，但是他有一个材料没有了，所以我们去趟超市，然后顺便他买点花椰菜呀。今天背新包包，开心呢。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像我这种，就是我买了就很嘚瑟，第二天就必须要提的那种。日本超市买完，这边有卖章鱼小丸子的，买来吃一下。这边正在制作章鱼小丸子，好想吃。哇，好棒，他给了好多这个叫什么片，然后我柴鱼片，柴鱼片，然后自己挤了好多这个美乃滋，爽。哇，好棒的感觉。哦，烫死了，因为人家才做好。
应该咬开吃。今天我们去超市买了油，第一次用这个日本的油，因为懒得去跑了。我今天就是去超市为了买那个达喜。看这个口，它有个勾形，倒油的时候就不会流的这边瓶身都是。今天准备教大家做一下我上次做的那个花椰菜，超级简单，它可以放进烤箱，也可以放进 air fryer， 反正都是400度，15分钟，每5分钟翻一翻就好了，就这么简单。第一步呢，就是把它们分离开来。今天呢，我们就用这个空气炸锅，需要用到的调料就是这些。盐 black pepper， 这是可有可无吧，我反正喜欢放一点。再来就是奥利夫油，平均的撒上橄榄油，让每一个都有沾到一点点。再来一点这个 seasoning， 下一个 black pepper， 盐巴我都放一点点就好了，就这样简单吧。接着呢，我们就把它塞进空气炸锅，调到400度，淋20分钟，其实15分钟就好了，不过我喜欢再干一点，然后每5分钟去翻搅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做亲子冻。亲子冻需要的材料呢，就是达喜，烘达喜。达喜应该就是昆布做的一种汤底吧，它是粉，然后你用水跟它拌一拌就行了。今天去超市就是为了买这个，哇，好多，把里面的粉倒出来。我没倒多少，因为这个味道其实还蛮重的，一点点就够了，让达喜融化。接着呢，我们需要的是清酒，清酒跟所有其他的东西的量是一样的，我就放这么多吧。再来半勺，放下去。接下来呢，就是 mirin 是日本的一种调料，应该是一种米酒，它比那个 sake 的度数要低，也是差不多跟那个 sake 是一样的量。糖也是要放一样的多，再来呢就是酱油了，也是一样的量跟其他的，把它们和一和，和开，好香啊！哦，把它们和一和，翻一个面，继续。这酱料拌好了以后呢，就可以放在一边了。我现在要开始弄鸡肉。把它们切到合适的大小，把肥肉剔一下。我原来在那个 KTV 上班的时候，经常都要切好多好多的鸡，因为要做盐酥鸡，都会需要把这些肥肉给剔掉。已经没有当年的功夫了。接下来呢，就是洋葱，其实用那种白色的洋葱比较好，但是没找到。大家都说切洋葱会流眼泪，我怎么不流呢？应该是这边的洋葱没有那么的呛。对，扔进锅里以后呢，就把这个汁倒下去，开火。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呢，我们就拿两颗鸡蛋出来打成蛋液。鸡蛋不错，看起来有点焦了，不过肯定很好吃。你想要尝一个吗？尝一颗。好喝。好吃啊。嗯，我喜欢这样焦焦脆脆的，好吃、啊。你喜欢焦脆的？嗯、我尝一个呢。好香啊！现在焦焦。哦，好喝哎！洋葱这边煮的差不多了，这时候呢，我们就把鸡肉放下去吧。哎。闷，强迫症的福音，银饰餐具跟酒杯用这种布一擦，实在是太爽了。我讨厌水银，真的太爽了。在这半成品的时候呢，应该可以直接下蛋液了，让它这样静静的慢煮一会儿。哇，好爽，融为一体了。如果稍微有点咸也没关系，因为毕竟是拌着白饭吃嘛，对不对？香喷喷的白饭，哇！我现在尽量用小一点的碗来控制我的饭量。哇，这白米煮的刚刚好。哇，
有没有食欲啊？超级 ，Oh my god！ 你给你多一点啦，我少一点都可以。终于，事隔了 N 多年以后，我又吃到了迪伦同学做的亲子冻。亲子冻，你这个这是我的鸡蛋有点少，够了，你鸡蛋有点少。哦，给我夺一坨鸡蛋就行，然后我吃不完都会给你的。哎呀，耶、yeah ，这盖的不是很漂亮啊？没关系。哇，好好吃！你有跟鸡蛋一起吃吗？有。你这个要把鸡蛋跟白饭一起吃下去。太好吃了。哇，好满足。这个是妈妈那天拿回来的柠檬，是她同事家里长的，然后给了我们一筐，太多了，我准备把它做成蜂蜜柠檬。我们先来用盐把这个柠檬洗一下，看这是我之前泡的，好脏。我们现在用盐在搓这个柠檬，好香啊，真香鲜。然后搓完了之后再给它洗干净。我现在弄好了，我们的这个蜂蜜比较稠，现在就变这样，然后让它泡上吧。今天我们又做了一个蛋糕，哼，给你们看一下啊、哦，这次还比上一次成功。看看这个面包，天哪！有葡萄你吃吗？超级酥软。哇，里面的核桃这一次没有掰碎，所以里面有好多核桃。棒哇！好香，超级棒！我就吃一口吧，我吃一片吧，要不？看看这个脆脆的那一层 ，Oh my god！那个香蕉跟核桃的味道从嘴里窜到了鼻孔里，然后再冒出来。你说你，然后你再吸一口气，你就把它吸回去，然后进入到你的胃里。早啊，大家，其实一点也不早了。我们今天早上起来在拍一支视频，帮迪伦拍他的电器合集二，所以早上起来一直在忙来忙去，就忘记 vlog。哎，江江，看那个江，忙着舔自己的屁眼儿，因为现在他的那个电器合集里面剧情需要我们要出一下门，所以我快速化个底妆，我的下巴还是没有好，真是此起彼伏的在长。我昨天一晚上又在那儿查了好多，不知道是为什么的原因，我准备抽空去看一下皮肤科医生吧。不过我又用起了那个 Curology， 因为我痘痘好了之后就没怎么用了，我就想说再涂一下吧，好像还是有一点点用吧。哇，今天阳光好好，太爽了。昨天下雨了，然后今天阳光非常的舒服。那你们来看看枇杷树长得如何了，还没有枇杷。你看啊，他说秋天才会结果实，会长到14到16 feet。我的妈呀，好高，好乖。这个的是什么呢？这个是牛油果树，什么时候能有呢？2月份到10月份结果，能长到15到20 feet。厉害了，老哥。这个是橘子树，好像，哎，果然是橘子树。什么时候能结果呀？1月份到5月份能够收获，能长到15到25 feet。这一棵已经被金叔认领了，金叔叫 Nelson。然后我叫 Dylan， 然后他要给他取名为 Dyson。枣子树，1914年从中国来到美国。这个是什么？这是樱桃。这个是什么树啊？哦，这个是富士苹果。然而现在只是光杆司令。最后一棵应该就是稀柚树了。稀柚树什么时候结果呀？5月份到10月份能长到15到25 feet。接下来呢，带你们看看我们的农场。这个如果不出我意料之外的话，它应该是圆须 cilantro。我掐一个啊，香菜，香菜哦，酸辣粉，牛肉面的灵魂。其实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哈。最后再来大家看看番茄长得怎么样了。哇，这什么时候有果实了？大家看到了吗？在这儿。为什么这个辣椒好像被虫咬了一样呢？是谁吃的？快点站出来。然后树坑呢已经挖好了，还可以再挖深一点。你看这边也挖好了，到时候就把后面的东西都给它种满。还有一个酱酱，嗨，想要出来吗？我们让酱酱出来玩吧。每天晒太阳的时候到了，然后预计它会出去吃草。昨天才给它洗了澡。哎呀，每天晒新的日子到喽。
农场 tour 就带大家结束了。我们准备这周末把那些大树都给它移出来，种进土里。现在我们准备出门啦，一个是要给它拍它的东西，还有一个我们正好去上次买树的地方，再买几棵那种家里装饰用的树，放在客厅。我们来这边一个老城看一下，吃个饭先，然后再去看植物。好冷，大家不要看今天有太阳线被挡住了，但是实际上超级冷的。我穿的很多，我都还是冷，这个人才穿了这么点儿，还竟然穿短裤。我们就是要来吃这一家 Travers at the Track， 这边就是火车一样。所以我们去看一下，现在不是饭点，所以人应该没有多少吧。哇，这里还蛮棒的耶，外面就是火车道，他说每30分钟这里就会有火车过去，超棒，而且很漂亮，它的建筑都很古老。我给你们看它的风扇哦，它的风扇呢上面都是有一个传承带带子，然后拉住另外一个风扇，然后那个风扇再拉住另外一个风扇，最后呢他们应该是一个动起来以后所有的都会动。好酷啊，这是一家很老的餐厅。哇，好漂亮，好吧，我觉得你今天穿的超好看的。我的沙拉来了，然后他点了一个三明治配的他这里的特有的一个什么 rosemary garlic 薯条。我先吃一个吧，虽然我还在减肥。你没有在减肥。哇，好爽的感觉，我也要吃个，我也要吃个。好浓的 rosemary 的味道。哇，真的是迷迭香吗？嗯，哇，好爽啊。而这个牛肉也不错，正好来了个火车，这可以坐去哪里啊？我们也去坐吧。又过来一台车，哎，我从来没见过美国火车的里面呢，原来长这个样子，好棒啊，我们一定要坐一下。我觉得这个餐厅很棒，如果满分是10分，我给它11分。我们现在准备去刚才那个铁路的对面。哦，这边是 downtown， 这边是这个老城，这应该就是这里最老的城了。走，我们进去看看里面的老城。路过一家小的这种咖啡吧，咖啡店超可爱哦，这里完全就像是另外一个世界。看后面的云，今天天气真的超级棒哦，但是还是很冷。其实他要让我这样拍着，走，好，哇，这边超好看，这个人的短袖已经要不行了，幸好我穿得多。我们来这边的一个算历史古迹的东西吧，1770几年就建了，这是传教士会到一个地方会修的东西。你说这个东西叫什么？哇，橙子，好的橘子。这边我们家橙子树能长这么好吗？哇，加州就是 Orange County， 这边就是橘子郡，全部都是橘子。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嗯，看这个1770几年的建筑，上面有好多燕子窝，快看燕窝，这里面可以进去。哦，这里是以前的厨房。厨房，哇，好原始。哇，那些就是磨那些东西的。哦 ，tortilla， 对 ，the taco， 这是以前的厨房。哇、哦，快看上面掉的猪蹄和腊肉。不对，应该是那个叫火腿。火腿，火腿，就是火腿。我觉得这里很棒，走出来风景也很漂亮。大家有机会到这边了，可以来看一下我的花园。大家准备好跟我来罗马了吗？哦，这里讲话有回音哎。这个人非要把他的手机拿到那个池子里面去拍，我让他不要，但他非说手机是防水的。回家了 ，Oh my god， 外面超级冷，虽然看起来有太阳，但是实际上气温很低。江爸爸，江爸爸又开始舔屁股。咦，江爸爸，看看今天我做的晚餐，两个的步骤是一样的，就是先淋上油，然后再用一些 seasoning 把它们放进烤箱。不是之前一直都吃曾拌面吗？就上次去看到的老妈拌面是阿令代言的，我们来看看好不好吃。我来尝尝那个面。来来，阿令代言。我是觉得跟曾什么曾国贤对吧？曾国哦，对，还有什么来着？曾国贤，曾国贤，曾拌面，曾国城，曾国城。但是我觉得这个面它的那个酱油味是一种特别的，哦，有种那种嗯
垃圾。不好吃吗？我觉得就是，嗯。这个 ，Oh my god！ 我可以再煮一包蒸拌面吗？可以。好难吃啊！快快快，重新。我觉得还 OK， 但是它就是那种酱油里面有一种鱼的那种腥味，是不是？哇，这个吃了生气。快给我煮个蒸拌面吧。今天晚上的他又烤了花椰菜跟三文鱼，然后这边是间中午打包的那个沙拉，赶快给他吃掉，快吃快吃，看看三文鱼好不好吃。还是我的蒸拌面比较好吃。江江他在看迪伦在外面捡树枝。我们其实今天早上还比较早就起床了，然后呢我现在准备出门，因为我最近在准备想要拍一支视频，但是呢还缺一点东西，所以我要出去买一下。今天就穿这个是优衣库的那个上衣，然后这个是好久没穿的 Topshop 的那个裤子，帽子也是刚刚翻出来的那个 Lack of Color，然后包包是 Little Lifner， 我跟姑买的姐妹，我感觉这样好像还可以。我真的又想要拿那个小水桶来着，但是我觉得我每天都背一样的包，我今天换一个吧。我来 COS 啦，都录过好多次了，一直没有看，然后今天我发现有好多新款，都挺好看的，然后我来试一下。今天去院子里面弄东西，弄杂草，然后把脚弄到大拇指这里啊。那是个更嗨的事情要来了啊！好了，加油，下去！哇，好像没弄到呢，好痛啊！有感觉了吗？走！我们现在做饭啦，做饭。今天我在商店里面没有买特别多东西 ，COS 买了两件衣服，看了半天选的，然后在 Aritzia 买了几件衣服，一个是下周视频要用的。现在好饿，超级饿。我做了个晚餐，很简单，超级好吃。我煎了一个扇贝，中西合璧，然后呢还炒了个白菜和粉丝，这个好简单，下次教给大家。还有萝卜干，这是我们仅剩的最后一点萝卜干了，续命用啊。大家早上好，今天是周末了，让我们全家起了个大早，因为我们今天要种树。然后我跟大家讲，你看我的痘痘，昨天晚上他们还有点肿嘛，弄痘痘的那种刮刮呢，然后给它刮了一下，涂了一个精美素眼膏，因为我实在不知道涂什么了，我想说那个可以有点消炎的作用。然后今天早上起来这里全部都扁掉了耶，难道精美素眼膏有奇效？咖啡机每次满了就会弹出来这个，不错。以后我们家能自己有牛油果吃吗？可以，还能卖。每天去买了。我就在门口摆个小摊儿。我不卖，我就去送给邻居就好了呀。我就卖邻居。江江，你要过来吗？先拜拜。我们要去种树啦，你要不要来加入我们？我们开始种树啦，我们准备先在那个半圆圈的地方种上我们的枇杷树，看一下枇杷今天活得怎么样。我们把它放在家里来，在这里待了一周了吧，就是它长得还不错吧。那个是谁哦，在偷窥那个，来，这个是一袋营养土，这个是最重要的营养土，我帮你把这个剪开。好，这个是啥？ Volcano rock， 哇，这是钙。先给它下面放点这个营养的土。其实这个植物应该要做的比其他周围要高一点，这样它的 drainage 太好。是吗？对，所以它只要做高一点是好的，把它跟周围周边的土大概混一混。好，稍微踩实一下好了，我觉得。好了吗？不用那么紧。好了，把它放平。好了吗 ？OK， 好了，这样很棒。
我们现在在倒这种就是很有营养的有机土。有机土，它这个就是那种有机微生物，然后底下的土壤里面的东西就会上来吃它，这样子就好了，给它抹匀。然后呢最重要的一步呢就是要 mulch this。 哇，我们的皮巴你一定要认真的长，好好的长。那比较重要的呢就是要拿它把周围给它挡起来，它起到的作用就是让水不要蒸发的那么快，对，让它保湿，让它保湿。其实这些就是叫做木，对，这些也可以。旁边那种，它肯定都是当时他自己买的。这种木屑，对，你好像在过家家似的，你在玩吧？是不是玩得很开心？我没有在玩呢，就是在玩。觉得这样子就可以了。OK， 种植一个完成。它这上面已经开始冒新芽了，希望它能够坚持住。现在准备给它浇水了。我们终于把树种完了，好嘞。现在呢那棵枣子树在这儿，枇杷树种在了这儿，然后这边这棵是橙子树，后面那一棵是西柚，上面那里是 cherry， 这边是 Fuji apple 牛油果。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每天日照的时间比较长，虽然现在是下午两点过，它太阳过去了嘛，这边就晒不太到，但是到下午这边又会整个都晒到太阳。我们这次买的基本上都是就是喜欢阳光的树，所以都种在这边晒到太阳最多的地方。累不累？累，但是有成就感，开心。 Hello 大家，我们要来吃个牛肉汤。好，汤190，我今天称重量我已经162，已经瘦了10磅了。我就是零运动，我几乎没有运动，就是完全是靠少吃。我觉得今天啊你穿着我给你打11分。他妈妈今天我们一起吃饭，忙院子忙了一天。大家说我是吃14号呢还是吃9号呢还是吃6号呢还是吃1号呢？你要吃什么？还有暖暖的热茶。哇， Thank you。 哇，我的生鸡汤太棒了，减肥小伙的第一顿真香。他应该是吃一个薄皮的吧，我也晓得。哇，吃完饭我们继续来逛花园的东西。今天我们在挖梯田，刚才这几个都是我挖的，我现在叫他们过来帮我，因为太难了。我进来休息一下，左边弄成这种梯田，然后我再修就是这边一个楼梯这样。哦，好嘞，喝口水。星期天又是劳作的一天。这个是今天铺的石板路，然后继续铺，中间那边下来还有一梯，然后就是那边太阳出来的梯田。豆腐汤半成品，又是妈妈排豆瓣酱用起来了。哇，这个味道，这个就没法教你们怎么做了，因为我也不会。妈妈牌，然后他又做了这个杏鲍菇烧烤的味道。这个是今天的凉拌菜，芹菜加木耳。
期天，今天完全是用冰箱里不知道哪里翻出来的菜做的今天的晚餐。家里有土豆，然后之前买的豆腐、白菜，然后因为今天没有肉，所以打了三个鸡蛋，杏鲍菇，还有这个芹菜。我就想说拌一个芹菜，泡了点木耳，但是我芹菜好像煮老了，没关系，吃豆腐吧。嘿，吃饭啦！吃饭了，吃饭了。昨天晚上我们俩看了个电影，叫什么？最佳独家 Best Offer， 大家在网上给我推荐的。对。Best Offer 好好看，是海上钢琴师的那个导演导的，超级好看。虽然就是大概能够猜到结局吧，但是我觉得演员演的也是非常好，很好看的一个悬疑电影。我的鼻子是要长痘痘了吗？这什么东西啊、哦！好累，今天我们两个都累爆了。我们把砖铺好了。对。好像超强，我给大家看了一点点，但是后来我们就是 finish 一直到上面了，然后另外中间还有一溜下来的，就下一次再弄吧，太累了。主要真的是我觉得做园艺很累腰，然后也要长时间蹲着，所以很伤膝盖。然后我们两个完全也是园艺的小白，种树也是，所以大家有什么建议都可以写在下面。什么好吃？哦，等一下，今天这个土豆丝因为感觉它很软，我觉得炒不脆，所以我就用了一种什么反应，这什么好吃，你说一下呀，想讲话吗？所以我就用了老抽和醋来炒，很好吃，是我奶奶原来我小时候经常给我们炒的一个土豆。哦，这是奶奶的味道。但是原来奶奶煮的时候土豆会更粗条一点、哦、然后里面抱住我了然后里面会炒肉末那种的，是北方土豆丝吗？我也不知道。哇，这个酱真的是酸酸辣甜。其实减肥可以吃这个，也可以少放点，就是大家就不要蘸蘸水了，就这样吃，蛮减肥的吧。可以很安心的吃着白菜。对，毫无畏惧。嗯，哇哦 ，A5 白菜。嗯。我的水果来自你我手上。你要到这儿来。我说他为什么要把这个橙子切这么薄一片，大家看一下，这么薄，切十二片吧，切七片。他说为了多吃一点，感觉吃不饱，十二片再吃的吧，真机智呢我们在家里面看这个，说不出话来叫什么来着，人参果实，从来不哭的人看这个干嘛，哭十年哭的眼泪都哭完哎，真的从来没有哭过。哎呀，这下透支起余生的眼泪都出来了。我本来以为要看一个爷爷婆婆教我们种菜的电影，对，教你做人的电影，真的是教你做人的电影，推荐大家去看， B 站上面也有。哭的要死，从来没见迪伦哭过，是真的。他看电影只会睡着，不会哭。这是那天给酱酱买的一个，就是对它的长毛比较有好处的一个小零食，一天只能吃两个，酱酱每天喂两个。哎呀，酱酱是不是很喜欢呢？是的，那个大胖子。 Hello 大家，希望你们还喜欢这星期的视频。终于周末啦，祝大家周末快乐，我们下周再见，拜拜。瘦瘦的我跟你们说拜拜